今仔九十八年的三月二八号来到嘉义吼，骊山吼，歌球四十二班的吴金山吴班长，啊，伊这块园呢，就伫个吼老部落美英农场的店馆，啊，今嘛来到这张吼，就是迄个田氏嘛吼，哎，田氏富有田氏，吼，啊，今嘛吼富有富有嘛在播音啊呢吼，啊，富有的品种较慢啦吼，较慢，比厝内较慢嘿。今嘛你看吼，结结有看到花苞呢，有啊，伊印出来都花了对出来，印出来花对出来，很明显，你有看，哎，它印出来。芽出来，花苞就跟着出来。嫩叶出来，花苞就出来了哈。伊这品种都是安尼啊。这张枝啊，几年生啊？哦，这张枝啊，可能八年、九年哦。安尼吼，八九年啊。哦，啊，即摆就是讲吼，枝啊嘛，安尼使用吼。班长建议，阮即摆海环保植物元素吼，内面有十二项的元素，啊，一款的碱性物质吼，会当喷叶面，会有一个保护作用吼。啊，喷了先别通较无吼，你即。即马就是讲伫嫩叶期，产出伫开花艺术同款吼，阮着一摆海环保用四缸水吼、哦、来对叶面吼甲喷喷的，啊嘛是时间吼、哦，一般因为安那你伫遮吼，就是讲有啥物品种吼歹长啦吼，因为一般田氏阮无讲叫你遮密集，讲七到十天啦、啊，一般十到十五天喷一遍就会使啦。